听说娱乐圈的顶流19亿少女的梦来快手了，少女梦的预告视频果然不同凡响。世界上最帅的人了，专属认证，专有搜索特效，难怪一出现就引发众人喊话。是谁呀、啊？这么嚣张？该说不说，这个有点嚣张啊！胆太肥了，哎，他可嚣张了，他名字叫做19亿少女的梦。只有奥特曼才配得上你的称号，对吧？跟木头拜托哈、啊！气死我了，上才艺。空降热搜，接连霸榜。19亿少女的梦台面有，众所周知，要说娱乐圈的狗系爱豆源头，亿万少女的梦想，没错，就是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更新，非常开心来到快手。19亿少女的梦就是我。身份揭秘之后，评论区排面立马跟上。一来就疯狂翻牌，先是主权，亲密互动有。不愧是19亿少女的梦，期待小新在快手上玩的嗨皮，继续给19亿少女圆梦。现在搜索林更新，有惊喜等你。